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目的是有一个，就是怎么使我们的人民尽快富起来，国家强起来。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 Welcome back to Asia Brief.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in China reports that the Huai River is showing serious signs of chemical pollution. This has had a huge impact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for residents downstream, as the water quality has been greatly affected. Ammonia and nitrogen are the two most prevalent pollutants. Huo Daishan has been fighting against pollution in China. He used to work as a journalist, but now he's one of the country's best-known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Huo uncovered a cluster of cancer cases in the village of Huangmenying and made it public.这是我们的母亲河，对我它的感情很深，它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个人的影响都很深。后来出现水污染之后，就水污染它不是一下子就，开始我们以为是偶然的，后来就在80年代，它出现了持续的。 水变黑了，发臭，河里边有很多的死鱼。镇长非常不理解，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我这就有了这个照相机，我就用它记录这些事件。后来开始的是一年会出现几次，后来就一年到头不分时候不分季节的都是一个样，全部是这个。 黑臭水。然后我们办展览的时候，有很多的人看到之后说：“这正是我们要说的话。”哎，很多人就表示了这种赞同、支持，说对他也是有感染的。我们家的成员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后来一致的去参与的。 我小时候就在河岸边住，100多米，那个时候的河流非常清澈，河里边呢经常有船。
我那个时候就在河岸边上看那个船从远处一对一对的船呢驶过来，然后在我面前拐一个弯又向远处驶去，非常非常好。那个时候的水呢很清澈，水里边的鱼呀虾呀我们徒手就可以抓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最想看的就是那个他们在河岸边看到河里边有很多的船，他们把船并在一块儿，像一个大院子，张灯结彩，娶亲，很有风情，娶新媳妇。但是他那个是在河岸，在河的中央，岸上的人上不去，送亲的人呢，一大队的人，也是披红戴花，把新娘子送到岸边，然后从那个船队。从那个船的那个集结的地方划出了一条小船，那个人几乎是赤身裸体的，就一个短裤扎了一个红丝带，他不用这个撑船的东西，他用的是技巧，是这种冲浪这种技巧。那个船呢一点一点一点去向岸边驶去，然后接到了新娘子，也是这样，像舞蹈一样把这个新娘子接到这个他们那个船集结的地方，因为我感觉特别好。后来就在1980年代。它出现了赤蓄的水，变黑了，发臭，一直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它是农业的水利灌溉很发达，它有干渠、支渠、毛渠、斗渠，就很多的，就像人的血管一样分布到所有的田地和村庄，这个影响太大了。正常，去正常。
一项监督，两项救助。监督就是监督河水污染的治理，监督河流的水质表现。另外一个就是监控排污口，工厂里的排污口我们是要从源头上把它看起来，一旦它排放污染，那就要找它说事儿。谁在家？因为他们患癌症的原因是水污染，吃了那个污染的是地下水，那么我们就考虑从水质上，从饮用水上来一个改变，使这个他们高引起这个癌症高发的根源先给它切断，那么我们就安装生物净化水，这是我们机构自己研制的，适合当地水质。我们现在已经安装了50座生物净水装置，有8万多人吃到干净的水。没有干这个，没干这个生物净化，生物净化我们是免费的，我们免费的就外边有个水管，就随便放，农村在这放，啊。经过这个，再按这个机子再净化一次是吧？就是我们拿1块钱，就拿投币1块钱一桶水，就是打就是收个电费，啊，收个电费，保住一个维修费一个电费，啊，就是啊，一般现在的时候，现在喝这个水很多。拿了一桶，那这个没用，因为这个现在这个种植比较都是村里边来的人，那边有医院，村里边有村中的呀，有马塘的呀，有卸庄的呀，还有这个小娃的这邻近村庄来的，啊，不啥时候俺在家不在家，就是投币1块钱，他家都出了。Huo Daishan 呢，原来是一个我们火山镇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他是爱好摄影，他每天在拍了很多照片，突然间呢，他拍照片，这个河水不清了，鱼儿没有了，就发现问题了。就是按一般的常人来说，鱼儿没有了，河水没有了，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发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经济再发展，没有环境，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保证不了，怎么能行啊？他是第一批觉悟者。我给他总结了3句话，胡老师为我们的环保事业，特别是为淮河事业，为什么称为淮河卫生呢？它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可能体现出这是。
哦，我父亲很严厉。最早对我父亲的印象就是，我们是家庭作坊，他是家里边什么生产啊、技术啊，都是他掌管，啊，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哎，家里的一个带总的带班，现在来说就是一个企业的话就是一个总经理，那时候是那个时候的生产单位是一家一户的。做那个淮河的八，就是这个从源头到入海口的这个骑着自行车拍那段时间，回来之后呢，就是在97年的时候，九七九八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他拿了很多的照片摆在我的眼前，因为那个时候从我儿时的记忆里面，河水就不是那种蓝色的、绿色的，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泡沫，有臭味儿。我小时候也没有出太多的远门，也没有爬过山，也没有看过海。就在我们家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在我十六岁左右的时候，我父亲拿着一大堆淮河源头的照片，哎呀，在那水库里面，那水的颜色像海一样蓝，水非常清澈，那简直像一块儿玻璃一样，非常清澈。哇，我那时候觉得，这是不是河水真正的面目？那个时候我的思想那种思潮就特别涌动。我说，哎，这很有意义。如果能靠自己的力量，或者是大家环境爱好者的力量，把河水这个呼吁，经过呼吁，经过政府的这种监管、企业的约束，能把这条河变清澈，变成像源头一样那种感觉，啊，那太好了。所以说那时候就加入了淮河卫视，大约是在98年。我创作的初衷呢，就是我去了很多的村庄，收集了很多的故事，也见到了很多可爱的人，有正能量的人，他们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勤勤恳恳地做着公益的事情。好像如果他没有人去报道他的情况下，或许他就是一辈子就在那个角落里边，在经营他的 NGO， 经营他的公益事业、环境事业。我画画其实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未来，我想画100张的美术作品。为什么一定要画100张呢？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在学校老师的眼里面表现的不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当然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就是用成绩去肯定一个孩子。我没有给父母拿过100分的考卷，但是我想我可以画100张 NGO 的人物像，然后报答我的父母。我想这也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满分答卷。现在这个筹款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就是用另一种方法去筹款。我想让我的这些美术作品再多画一点，多画一点。我自己我想办画展，邀请企业家，邀请这个基金会的人，就共同来参与我的美术展。我的美术展，我想就是我所有的画都不会卖，但是我想谁愿意、谁喜欢我的画，我就把我的画送给他。但是他要捐一座，为在淮河流域捐一座生物净水装置。就是他同样也，比如一个企业家，他也得到了一张画，他也捐了一个可以冠名的、可以给他带上他企业 logo 的
这个净水装置，我觉得这挺好，我这样我也可以维持我的 NGO 的一些基本的运营，我是这样考虑。战友关系，战友就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当然也会有一些对待事情也会有一些分歧，但是基本上我们也会商量，尽管会吵架，但是也会吵也是一种商量。等到办真正的办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齐心协力的把这个事情去办。自水已经是大量的小分子水了，而阿欧膜能过阿欧膜的时候，也是大量的小分子水能过那个膜。大一点呢，还有带有杂质的、病毒的，这些都通通过不去。那个生物是刚刚非常喜欢那种东西，因为它是有营养的水，他把那个有营养的水又放到第一个了，是这样的。这样的人物如果社会上要多，越来越多，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光明。Thank you.